末日之战的每周挑战困难毛，今次是耶路撒冷的死海漫步，枪支短缺，只是执到重武器，有双倍弹药，主武器削弱，哇，即是等于冇咁样，咳剩 25%， 仲有咧特种部队、特殊丧尸咧嘅出现率翻倍，但系咧就尸潮减少。咁如果系咁啊，咁都系冇人鸡啦。Make sure 我有个劲嘅主武器狂肥，咁啊用呢个自动手枪。咁啊，有呢个修理枝，咁佢应该有人屙蛋啦。窒友啊顶！用小牛攻击力10，加埋爆炸子弹，可能讲紧15，但系得翻1/4，咁即系得4到。三四咁，即系同普通枪差唔多啦 ，doesn't matter 啦。肾上腺素添，岂有此理！呢个去到最后先用啦。破门炸药嘅佢哋几个小朋友，好犀利啊！
鸡枪唔要鸡枪。哇哇哇哇！等下突然间有只煲煲，窒有又系可以死。Okay, good.小思潮咁啊，比较难打就系喺油站咯，惊俾啲车俾啲尸扑啦。咁尤其是喺呢个咁嘅样衰嘅窒油情况之下。射唔到佢，喂，走走走走走，其实攞唔到嗰啲，咁呢个其实多差都冇乜用。哎呀，有窒友啊，起又似你。成日都被人冚啊！
哦，掟咗咯。哇！哦，迫击炮有咩用啊？之后都唔会用噶啦。呢、这个始终都系最劲，我都系俾佢，会开心啲。俾个劲嘅人，系开心比过俾个屎嘅人。又有药标，好绷带佢，枪手砍劈者呢、这个系。其实砍劈咗应该要避佢。Anyway， 冇乜丝丝跌落嚟啊！是但啦，其实哇，冲咁似冇着数。其实我都冇乜用过子弹呀，我完全用重武。OK，anyway， 哇，咬痕咁啊啲子弹。哇，就有就有。呢、这个成日被人破噶，哇走啊！
哇！点解走晒嗰啲人死晒啊？窒友啦！哇，四面八方啊，顶！窒友，都窒友啊，搞錯啊！走走走，哦！剩我一个搞掂，哇！窒住有咁低鬼能，Let's go, let's go。那支槍真是凹痕，
诶，杀手都第二个，诶，反而个刀手系第一杀手啊。OK， 刀客嘅当然劲啦。生存主义我都唔告阴功。Anyway， 呀、yeah, ，赢咗啦。Yes， 完成。Good game。